哦，所以这张好玩。在唱歌哎、欸。欢迎收看我不可能拿铁频道，只要去玩的时候 FIFA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，这场部分呢，一样来打团牌。好，穿这样啊，那这套服装好不容易抽到，因为它是不用花钱的禁闭转蛋，算是比较近期比较好看的服装了吧。而且它保护色，其实 FIFA 以前好像没有出过禁闭转蛋是这么保护色的、啊。我大致上总共只打十几场的团牌吧。就是印尼服，因为其实我也都是一个礼拜可能打一两次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哇，对面有斯凯伊尔，还有阿洛克，熟悉的地图啊。就我个人蛮喜欢卡拉哈里这个团队突袭的，这个区块不错，这张地图很好玩。只是这场没有远程枪，我看能不能够先去拿到空投啊。前面有个空投。第一场空投，如果可以抢到的话，物资都不错。看是拔蜡还是你那个镰刀？哎、欸，没了没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哎、欸，有人想抢，直接倒。哎、啊，是，拿到镰刀了。嗨，哎、欸，靠，两个人。哎、欸，可恶，没抬到。我们可以拉上去。镰刀砍，哎、欸，跳下去了是不是？都跳下去了、欸，跑掉了。我看到人，所以直接倒。第一场当镰刀狂魔最爽，又一个。啊，他已经被收掉了，剩一个。Double kill。我刚看枪点在上面，有个队友死了。哎、欸。我、哦、看到看到，天冷酷哎，嗨，我来喽！哇哟，有点痛啊。好的，镰刀狂魔、啊，第一场就在玩镰刀狂魔。好、哦，所以这张好玩。在唱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熟悉哦，好熟悉的歌哦。怎么很像初音的歌啊？是初音的歌吗？哎、欸，我忘记哪一首了。他竟然在唱歌哎、欸！印尼服也会直接唱歌哎、欸！台服小朋友哎，还、欸、什么？台服小朋友都唱那些哎、欸，我忘记什么歌了。之前好像有人唱什么歌，我忘了。总之有些人会在家里面放夜来香啊，那个蛮特别的。玩团牌要听夜来香是哪一招？好，不相信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，打夜来香应该就有了。FIFA 还夜来香。哦呦，哎、欸，拉不上去，拉不到他的头头，先放倒。哎、欸，打不到，可恶！先补血，先补血。他刚唱应该是初音，哎、欸，到底什么歌啊？哎、欸，还没死，完了，好像要被救起来了。上面有像要人，哎、欸，是，都被收掉了。哎、欸，剩一个，直接抬。一个小拉伸啊！好啦，大家如果知道他唱什么初音的歌，可以留言一下。我只觉得很耳熟啦，想要看他等下会不会再唱。有些玩家真的是没有想到会遇到有在拍片的人。哎、欸，六杀，我帮你记录下来。不过还好啊，这印尼服玩家应该也不会找不到我的频道啊。其实印尼服我比较少遇到，就是可能骂来骂去的，都还蛮安静的。偶尔会听到小朋友在讲话，可是不会听到他们在骂人那种感觉，不然就是他骂人我也听不懂，这是好处啊。那台服的话，如果乱骂人，就直接关麦就好，不用管他。然后太屁的话，你们就看他是做什么鬼事情，你们可以检举他的言语啊。我现在可以这样做。然后改版后 ，Sky 也可以有晶片了。你们现在看这一集应该是改版日吧？哎、欸。上面，我看可以抓到几个。去吧！哇吼！
炸山，一炸山，挡起来，挡起来，嗨，好，先收掉了，不让你们痛苦太久，以免等一下玩到忽然就死掉，三个都被救起来，剩一个在哪里啊？欸，有个凝胶，好漂亮哦，哦，那男生凝胶好帅哦，好，是新的蓝色凝胶，楼上吗？啊，那缩圈了，剩一个在哪里啊？躲起来啊，那有枪点啊，啊，有，上面，楼上二楼，这边有凝胶，把它打坏，我看到人了，欸，手持队友，人呢？我现在这个账号是完全无氪啊，所以你看我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看到他，哎、欸，又天能库这个，那散弹枪是不是？走，他是拿地狱之吼啊，亮亮的那一把，很像是地狱之吼。好的，3-0啊。哦，这张地图，最近很少玩团牌，所以有点陌生。这张我记得可以炸一个点，等一下来炸他看看会不会炸到人，可是对方要很冲才行。3-0哦，来可以炸他看哦，怕他们冲不起来。这里有一个炸点，基本上台服呢每丢必中啊，台服玩家都玩很冲，都很爱冲这里。哎，没人。好，很好，那他们应该在家了吧？因为通常输三场就会缩起来了，比较会缩起来，正常。因为你要稳抓稳打，因为要如果说，哎、欸，前面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瞄到边去了？这有一只。OK， 倒。我还是不太习惯 M4 的射速啊，没有涂装射速真好慢哦、啊，所以这把枪。就是要强化原因在这里，我觉得官方直接把它改成3就好了，干嘛在那边剪晶片？跟 Scar 一样 ，Scar 现在要剪晶片，改版后就要剪晶片了。炸他，炸他！啊，渴望凝胶，完嘞！哎、欸，跑掉了！队友拿一把1887现在追他，来来，我来玩，走。哎、欸，不能捡，我凝胶满了。哎、欸，剩两个敌人，然后我们也剩两个、哦，2-2。这场要小心哦，怕被反败。他们要有散弹枪了，第三场，哎、欸，第四场了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我这凝胶好帅哦。哇，这凝胶可以抽哎、欸，还有好像我看到，啊，射速好慢哦。哇！散弹枪！哎呦，哈哈，先躲一下，旁边有一头草丛。草丛流不讲武德啊！我先补。哎、欸，队友会不会救他、啊？等一下，先不要让他跑，想走是不是？不给你走。哎、欸，来了。OK， 这个直接抬掉啊！吃鸡，吃起来。好啦，我不知道大家在团牌会不会唱歌啊？刚刚唱歌那个应该是初音的歌啊，都我忘记哪一首了。我欢迎大家留言啊。然后改版后呢，这个游戏会很多新东西啊。我最近有拍影片，大家可以看腐蚀凝胶、腐蚀手榴弹，然后还有那个无限凝胶哎发射器嘛。好，团牌我就讲一下，我真的是一个月大概打3-4场吧，打很少啊，因为没时间玩。现在玩的游戏太多了，这场14杀。再次带队友吃鸡。好啦，今天游戏玩到这里啊，主要就分享一下，欸，之后会有新的武器嘛，然后团牌的玩法，团牌基本上每张地图你都要够熟悉啊，你知道每一个点位怎么打都还蛮重要的。然后敌人有些就是他也会去摸你的点，所以说你们变的时候一直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在偷啊。像我都会先看，我要偷人家之前先看别人有没有要偷我。那有时候遇到一个你要偷人家，就三个人要偷你们，然后刚好在。狭路相逢啊，可能就会输啊。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这边印尼服的部分啊，无氪账号啊，有些枪都是透过
这个伺服器送的转蛋券去抽的，然后转蛋券中奖率还蛮高，所以说我有基础的一点点的涂装吧，大概只有 0.5 成啊，我觉得大概 0.5 成的涂装有啊。好，总之今天就玩到这边，然后改版后呢会再跟大家分享新的更新内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拿铁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玩到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，可不可以喜欢指定我打开通知铃铛，后面去分享 FIFA 的攻略情报，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一频道，最后我推出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不喝拿铁会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游戏见喽，拜拜。